带着不变的步伐，是为了配合你到来，在慌张迟疑的时候，请跟我来。我带着梦幻的期待，是无法按耐的期待，在你不注意的时候，真的很想把你带回家去。再去煮饭吗？你还没有出嫁吗？对不对？我还没出嫁。把你带回美国去，介绍一个好的男朋友给我。对，这是重点。是哈。